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。所以，你就安尼祈祷，我伫天里边，愿你的名显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，亲像伫天。咱看再看一遍，约翰福音二十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六节到十八节。耶稣甲伊讲：“玛利亚，伊就活转身，用伊要来的话甲伊讲。拉波尼，意思就是先生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无你问我，因为我还未上去见父，你着去找我的兄弟，甲伊讲，我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见。”也是恁的爸，见我的上帝，也是恁的上帝。约达拉的玛利亚就去甲阿先讲：“我已经看见主，佮讲主用这的话甲伊讲。”阿先，你慢慢讲。一个，咱来吟圣诗